除颤技术。除颤技术是电负律治疗的一种，即非同步电负律，用于抢救发生心室颤动或无慢性室性心动过速的患者。它的原理是使一定量的电流短时间通过心脏，使心脏内异常的传导通路和异常起搏点去极化，给窦房结一次重新控制心脏的机会，从而使心脏恢复窦性心律。除颤技术在抢救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除颤的目的是抢救心室颤动或无慢性室性心动过速患者，纠正患者心律失常，挽救患者生命。除颤所需的用物有记录本、洗手液、除颤仪、导电壶、纸巾。除颤仪应随时保持充电备用，并定期检查除颤仪功能正常。操作者要熟悉除颤仪各功能按键的位置和作用，例如充电、放电、能量选择按钮等，熟悉所使用的除颤仪类型，便于选择能量。对于单向波除颤仪，能量选择为200至360焦耳；若为双向波除颤仪，能量选择为120至200焦耳。具体需要参照产品说明书的建议。在巡视患者的过程中，通过判断患者意识的丧失和观察监护仪心电图波形，判断患者是否发生心室颤动或无慢性室性心动过速。当患者存在除颤指征时，迅速准备除颤技术用物，并通知同事配合抢救。记录抢救开始时间，迅速携除颤用物至患者床旁。虽然除颤仪已经充电，只要有条件，仍然要将除颤仪连接外在电源，迅速评估并准备患者，协助将患者去诊平卧，处于抢救体位，解开病原服，暴露患者胸部除颤部位，快速评估患者皮肤情况，局部皮肤是否干燥，有无伤口，是否有支入式起搏器。如果有支入式起搏器，除颤电极应该避开起搏器位置至少10厘米。除去患者身上的金属饰物，以防止相关损伤的发生。打开除颤仪电源开关，在电极板上涂抹导电壶，以增强导电性能。如果没有导电壶，也可以使用盐水纱布代替。确认除